大一个消防队。过车站就隧道，隧道，再来就是我们无敌海景哦，南回铁路的多良段啊、哦，多良段，当然你也会看到好多人在最著名的红蓝线哦，红蓝线。
而等一下左手边的贵宾呢，也可以跟多阳站的人哈挥挥手招打个招呼哈。这个车站当然假日好，人潮爆多哈，人潮爆多。好，会注意到为什么隧道口这么大呢？好，这个隧道口当初设计是双线，然后进来之后汇成单线。原本多阳站的设计是可以交汇列车的，后来他们把交汇列车的功能拿掉了，砍掉一条轨道，所以多阳站呢后来就变成只能慢行或者是特殊的游轮列车选时段来停靠。不过目前台铁不让列车停靠这边，所以呢大家都只能慢行通过。我们今天司机大哥非常的配合，他把火车压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让大家好好的拍。看那边，只要您是搭火车，直接搭正班列车绝对不会有这种速度，因为咻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是专车，又专车又特别申请过，司机大哥很配合，因为他慢的已经，原本我们申请可能只有30-40，他已经慢到大概只有20公里。好，可以跟车站的人打个招呼，挥挥手，车站上非常多的人，因为这边这个角度拍下来可以拍到火车隧道还有海景，非常好的角度。已经红色栏杆了，那毯贴住是吗？好，我们通过了多良这一段之后，我们再来要进入的是南回铁路第二段的隧道，只有45公尺的多良2号隧道。那游览车在底下。好，大家可以跟多良的人挥个手哈。然后我们再来穿过多良二号隧道之后，再来我们就要进入的是后面一个很奇怪的隧道。它为什么很奇怪？它的名字取得很奇怪。它叫多良1/2隧道。多良1/2隧道，在多良二号隧道的后面叫多良1/2隧道。非常特别的。好，这个是南回线第二段的隧道，只有40几公尺。前面
有盖这一条高架道路的时候，只要到出海口地方看不到水碰到海的位置，因为它到这边会产生流沙，然后呢这边的地质会让水从沙的下面过去，所以这个气候它没有被冲掉之前哦，它是可以看不到，可以看不到水进入海的位置哦，很特别的一条溪流。那当然我们要穿过4000多公尺的金轮隧道，这个地方公路是从上面到山上过去的，然后我们铁路直接打穿之后，我们会到达江南。